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lman。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 Killing Run。哦，各位看到这边有个标题了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上面这个扛棒写 Killing Run 哦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故事是在说啊、哦，有一位我们的男主角参加了这个杀人实境秀哦，啊、哦，就是已经有点荒谬，就是现在这种要博取观众的这个口味哦。都已经来真人实境秀，来这个杀戮房间啊，进行这个闯关啊。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看过类似的那个实境秀、哦，但是以前的实境秀都是那种解谜啊，然后就会有分队伍这样子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游戏呢啊，已经病态到就变成是说血腥暴力的，是说这个入场观看的人应该是要满18岁以上才有办法进来吧。好，然后我就是担任这里面的这个主角呢，进去里面。啊，闯关赢得奖金啊，取悦观众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。那这款游戏的玩法有点像是毁灭公爵的那种感觉哦。然后 FPS 游戏啊，毁灭公爵。然后呢，它里面还会有一些就是像是以撒结合的元素啊，你可以把它称作为 FPS 以撒版本哦，因为它里面会拿到各种各式各样的道具，运气好带你飞天，运气不好你后面关卡打不过，好不好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呢，老罗现在想要先来教学啊，就是来学一下这个游戏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哈，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哦，然后我一开始就直接搭电梯哦，可以哦，为什么不能动？哦，背板的关系。哦，这个左右会这样子晃哎、欸，天哪，有点怪怪的。什么？按一对象交谈，试着和漂亮的接待员说话。哇，哦。拜托，请你再挪动一下你的身姿。哇塞！哦，有有有有有，好，可以可以说话。We were expecting you, dear. 莉莉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嘿嘿嘿。别管这个味道，是二楼竞争者烧焦的尸味。好好好，进入训练室。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你嘴一直重复而已，我要走了。好，闭嘴，闭嘴，闭嘴。好，去二楼。啊、哦，什么楼层？精神病院。哇，它总共有八楼层呢。以深层楼层的难度3%，本楼层是普通。它这还会直接在 loading 的时候给你难度的提示哦。我们现在是普通难度哦。开门。哇哦。Pick up the weapon on the table.捡枪枪，哇哦，又一个新武器！用你的开锁把门打开，哪里有开锁啊？哦，直接这样开锁，我还要这样子搞哦？啊，怎么开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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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这样子啊，没什么难度啊。哇，那是超级破烂的这里，要死我！哎。射向敌人是什么东西啊？抓住爆炸筒，投掷 ，boom。踢击，踢过去。啊，这个没有准心哦。哇，没有准心哎，只按右键瞄准哦。然后呢，过了。哦，这是一个前导教学。哇、wow, ！按一翻桌子，其他家具推倒。哦、还有这样子的、啊，好哦，过了。抓住移动其他箱子。嘿，啊，该不会到时候这关卡设计有一些是我需要这么做的吧？算了，不管，我上来了。哦。迅速的按一，我靠我的甲，我的脚，不要忘记打开冰箱，里面通常非常有用的战利品。这是冰箱，冰箱是这个吧 ？Food， 哦，防御加5%，特殊能力，获得竞争者通行证。暴击加一，精准度加一，弹药伤害全部加一。按下 Tab 键，数据库包包。哦，这是我们现在正带着，增加能力用的。
哦，这而且这种名声怎样？ 2.2 我都要升级点点数哦。以撒杰尔是没有这个升级点能力的这个功能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完成训练了，结束了。好，结束了，我们看来一场真正的战斗吧。啊，直接给你开始了，他直接给你开始、欸，啊，这摄影机刚好可以射吗？不能射摄影机，欸，靠腰嘞，这什么？射摄影机还会 cos 名声，哦，还要让观众取悦观众这样子啊？会不会以后我们实况组都这样子啊？啊，欸，我们以后实况组都这样子了，行不行？啊，为了取悦你们，我必须要这样子杀戮。啊，实况组越来越难当了，真的。这什么鬼东西？哇！进入主房间也会扣分，这是为什么？差点被夹到腰虚哦。这到底在玩什么东西啊？我要怎样才算不会扣分？踢门。啊，欸，锁起来了。欸。Whoa, my goodness! 哇哦，那怪物长得超噁爛的，欸，怎么那么噁爛啊？这里先命花哥，好多东西都看没有哦。抓取，欸，有冰箱，欸，开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冰箱？欸，什么？说我是混蛋，好，我的生命值全满，哪有啊？你46%是全满吗？捡了一个防弹衣，很棒。还有什么？棺材，简单的棺材解锁。补血的，切记啊！骚扰死者，我居然会掉这个。我要注意的细节还真多啊！啊，这就是什么？使用空间传送。哦，啊，我们现在人在这里哦，啊，我们要传去哪？我不知道传去哪里，传去开始的房间，传回来了。好，我要直走。哎，欸，不是这里。嘿，差点夹到我。为什么箭头都是指这里啊？随便。哎，欸，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哇，这又是什么鬼啊？嘿嘿嘿，他走路好慢啊！干什么东西？噔噔噔 ！Yo！ 来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哎，他这个房间什么全部都随机生成的，欸，可是我怎么觉得这区域都长得好像，只是换道具跟那个位置而已啊？啊，不过右上角有一些地图啦，是可以看得出你现在位置是在哪里哦。啊，我要怎么知道我的钱？我买了什么？防御加5。Lucky me, lucky me， 我的钱在哪？哦，右边写400块啊。哦，快速开锁是不是？就什么？哎呀，贞洁腰带，嘿嘿嘿嘿。哇，我想要啊，没有钱了，财富值不够。哇，知道怎么打，知道怎么打。汽油桶，汽油桶。哟，哦，那么这个三杀加一点声望值，这是什么？惩罚，哇！虽小，居然，这是什么？海拉，利海拉喷雾。随着死神的来临，是时候大干一场了。生命值降为15或更低，你又有35%的机会暴击。真假的？啊，我生命值哎，右边46%，没有更低啊，你搞骗？可能等一下就变了吧。下一个区域，
从这里去开下一扇门。开这边的，这边门好像没开过。啊呜！啊呜！哇，会死哦 ！Oh my god！ 走位，走位！哦，差点死，差点死！这边一把超屌神枪，哇，捡起来了，好爽啊！还没有，这是我原本的枪啊，只是换上原本换上后来新的枪这样子。啊，这是弹药。啊，这个房间居然是长这样子，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我还以为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那个房间是会那种陆地完全不平，就每个都四格房间四格房间的，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！林北要去下一层了，不管了啊！直接魔王是不是？三、二、一 ，BOSS 房！哇哇！这下咪蛙哥，完了，我死定了！超靠北的 ，still be easy。我要取悦观众，我要取悦观众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东西可以取悦观众的？干浪博，啊，我看到了，取悦一下吧。呜呼，没炸到，居然被他闪过了。呜呼，有没有炸到啊？会下雨。会死会死会死！哇！我卡住，靠北，我死掉，我夹到了，我居然夹到捕兽夹！哦，重新开始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普通疯狂，随机生成，为观众生成连结，然后可以贴给别人看，这样子啊、哦！哇塞！哇！我现在这个关，我现在这个挑战者呢，身高180，体重69公斤，啊！复制这个连结可以插入自你粉丝可以轻易找到的位置，向你的粉丝现场直播这里的操作。如果你想获得他们的直接反馈，可以告诉他们提供连结为你投票，可以获得一些道具。哦哟，还有这样子的、哦、啊！不过这不是必须要开一个直播吗？可恶！下一关我直接再来，我不管。来，好，现在来个正式的哦，正式的哦。哇，进入主房间一定会扣分，这冲单小，然后这也不能开，开了之后他们的屋什么屋啊？是在屋什么屋啊？要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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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？暴击加5% ，Lucky me， 我都快死了 ，Lucky me，Lucky me， 使用弹药机减12%，干老师，在减什么东西的？很会捡的哈，必须啊，不管。这边没有进去过嘛，走这里。没子弹。喂喂喂喂喂喂，他们又进来啊！哦呦，好险好险！嘟嘟嘟。使用提款机扣20，民生值越来越低。不过好像这本来就打算给他扣了，是不是？民生值不够，好像更没有办法拿其他道具嘛，对不对？买这个，富裕富，财富值不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就像一个脆弱的蝴蝶，你会在 Killing Room 里吃尽苦头。哈哈哈哈哈哈。Crop
crap， 受到伤害更高。好，死定了哦，非常好。没戏啊，没戏啊，准备要吃尽苦头了。他妈也太痛了吧！才刚开始我就死掉，这游戏，哎呀，没那么容易啊！啊，19668，哎呀，这家伙呢，防御率4%哦。好，继续，就死掉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不拖泥带水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Double kill, double kill， 三杀 ，triple kill， 三杀，给我钱，谢谢。这侧面我就不想走了，我想直接直捣黄龙，行不行？小废物，这边也有两侧啊，请去捡一下前面的，150块钱，很好。嘟嘟嘟，哇，这么佛、哦，那边这边就只给一只而已哦，哇，送散弹枪了，好爽哦，啊，我只能选一种哦，好哦。捡完就可以走了 ，Go Go Go！ 这边还没去过吗？噔噔噔！这个要运用智慧，巧妙的智慧。干你老是掷你的头，没有子弹啊！巧妙的智慧，巧妙的智慧。是不是？观众有没有开心？这是什么？5000块水晶球，没有钱，买一下。哇！哎、欸、靠腰，全部都在扣，我觉得以后不要买这100块的东西了。那扣东扣西的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可以不要再扣东扣西吗？这苍蝇拍是干嘛的、啊？这到底在玩什么啊？这把是有比较强，是不是？好哦，林北就拿这打死他。我花了多少钱？800块搞这个东西，就试看的威力哈。啊 ，BOSS 了是吧？嗯，拍一下，拍死他，差一拍拍死你。什么的，玩家牺牲是什么东西？投票希望是我死掉，是不是 ？God, G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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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d。哈哈，苍蝇拍有伤害啊，苍蝇拍有伤害啊，只是很弱的这种，有吗 ？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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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 on, 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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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喂！他会发3发、啊，倒还好。干不能死，不能死。None， yeah boy， 结束了。打完之后呢？补子弹，谢谢。五子弹给你扣12，哎，不能使用这些道具啊！医疗包、受伤之眼，你获得了一个十字线啊、哦！哇，终于拥有十字线了，这有多随机啊？难怪没有十字线，原来就是要用道具获得，超酷腰的哎、欸！下一关，下一关，观众送的礼物：引爆油桶、散弹枪几率和散弹。
通的几率更高。来，公三小，好，不懂，好，继续。然后等待伺服器观众的礼物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哦。哦，升级啊。升什么好呢？随便随便。提高生命好了。OK。还可以保存并退出欸，所以说我要记录的话，我必须要过通一关这样子哦。要叫停时间，第二层了，我们现在到第二层了。哇哦，场地又更大了，场地又更大了，可怕的停时间。哦，这边的模组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完全不同啊。啊、可是怪物还是一样啊，怎么种类重复那么多？种类重复也太多了吧，我不要捡钱。没有冰箱吗？欸，这里不给冰箱了，好可惜哦。给我冰箱，没有冰箱。哇塞，这怎样？哇哇哇，有准心但是没有用啊。嘿，Oh my god， 结束双杀。知道吗？使用防弹衣。用了那些观众又哀哀叫，是不是？用了又哀成那样子，还有下一个房间呢、欸？欸，为什么？看一下，金酸金酸金酸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呜呼！快要死了，快要死了！哦耶，过了过了。前面那是什么？速度加一。哇哦！我并不觉得有变快啊。哇哦！哎，为什么我的血不见了、啊？我血跟我的防弹衣的数字不见了、欸、，bug 吗？啊，这该不会是 bug 吧？哪里过来？算了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绕路，绕路。这游戏不是2016年的游戏吗？怎么还会有 bug 呢？我要直接打 boss 了，不管了。失败变成人。哦，这不是 boss 版哦。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完美轰炸！啊，这边房间都长一样。还有啊，哇，这是什么科学啊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靠背啊，我的小枪开枪啊，干！妈的，没子弹，没子弹是不会换你。什么雪人怪是怎样啊？那雪人怪是怎样啊？补血啊，混蛋！耶啊， yeah, 差点就死去了。哇 ，sexy 耶！哇哦，耶啊，耶！哈哈哈哈！雪人王！哇哦！哇哦，哇哦！哦，一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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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my god,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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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 god, 哇靠，被抓到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哇，打不赢啊，知道怎么打啊，没得打、啊，补血补血，取个距离就好打多了。等下冲刺他们也超快，run。乱！哦，中奖！我还是中奖了。Shit！ 啊！快死吧你！我靠，现在中奖！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 ！Non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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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呀！居然射不死！啊！终于差点死去，小废物！看什么东西？看什么东西？他挂了，哦，赢了，嘿嘿，这什么钱？咀嚼的地图，每一层楼都有机会获得一部分的地图。Shiny 冰箱，谢谢。Yo， 下一关我要走了，这游戏超屌的。Go go go！ 哎，走错边了。拜拜各位，我要离开喽。Yo， 观众的礼物。扣一暴击，靠腰！哇，继续升一下我们的准度好了，然后防御继续升，然后升一下我们的护甲值。好了，保存并对珠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啊，到时候再继续。死亡了六次，有没有？好吧，今天这游戏差不多内容就这样子哦，个人觉得还不错玩呢。可是我觉得一直在同一个区域这样乱来乱去，其实有点无聊。就是它这个房间的这个多样性太少了，都是一个很大的方块这样子啊。除了中间三不五时会有陷阱之外，就是感觉没有一些跑酷的元素。如果有的话，应该也蛮屌的吧？我觉得。哦，那怪物的话，目前我所感觉好像大同小异，都差不多那样，除了多出了雪人之外啦。好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啊！如果喜欢我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来玩这款游戏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